一姐，成吗？可以啊，那你叫声哥来听听。你乱穿贼子谋反啊你！哎，你这，啊！小时候你可乖了，还会叫我姐姐呢，不像现在这么钻月。哼哼，你是想说僭越吧？身高和智商哪点配当我的姐啊？你还是先把叛逆和僭越写一百遍再说吧。凭什么课文里写错别字就要通假字，我写错别字就要扣我分？这个世上只有一种人的字有资格叫通假字。什么人？作古之人。耶！我在洗衣服，林超啊，去开下门。哦，好。晚上好呀。你那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？这是我做的巧克力饼干，第一次做可能不是很好吃，我妈非要我下楼给你送点尝一尝。巧克力饼干我最喜欢了。小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自己什么也不叫。我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姐弟，他家就是我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闭嘴，走。谢了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嗯，没事了。林超，学校见哦。我们班同班同学。柠檬这个人挺多的，但做饼干还挺好吃的。还好意思吃，许玲珑烤都比你好。不知道。难道你们班有并列第29名吗？哎呀，你别看。